啊表示道歉了哈、哦，那也写这里，因为这里在这个保管箱没有疑似的这里客户的，请他这里放心了，应该是安全。当然也希望这里所有在这边保管箱的客户都欢迎他们陆续来啊检视他的财务是不是有啊受到损失，然后我们也公开啊由农会理事长常务监事呢跟我本人呢啊代表农会向有可疑啊受害的客户表示道歉哈。我的，我自己的，女儿的，媳妇的，所有亲事的都在这边了。啊，未去看吼？因为他说我下午要两三点以后才可以看得到。哦，真紧张了，对。当然很紧张啊，家里所有家当我都不敢睡啊。